呀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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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呀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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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。
啊，十二号。好，谢谢。那大家数吗？我们披萨已经到了。那在享用披萨之前，我们有带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啊，献给大家。谢谢。那数不到。那这个是，这个是我们学校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青花瓷的一个那个小礼品。对对对，然后。这个是复兴的小抱枕，如果要休息的时候这样抱的话很舒服，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董事长一直在讲礼运大同篇，它是一个类似那个文证，很琉璃很漂亮的一个文证，然后就献给我们的大同。然后还有这个很漂亮的锦旗，好，来我们看前面了。谢谢大使。然后大使，我们的会长，我们也准备了这一个台湾的这个小点心凤梨酥，来，大家尝一尝。中午时间，所以大使特别请大家吃披萨，我们坐在大使的桌，谢谢大使，来一杯，谢谢大使，不客气，欢迎大家享用。我们今天准备的有四种上披萨，好，大家多吃一点哦。 OK。